你冷不冷？冷不冷？哎，我们这样喊的一口声。我了解，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欧龙雅真的很有争议，还有王大哥、老王、老王在这里。同样，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朋友，非常的幸运，也是今天一大早来到我们专柜进行消费。来，这位朋友在哪里？主持人让一下。欢迎姐姐。姐姐，那么我们的专业按摩师将会给你进行现场的脸部的按摩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就把我们可以寄到你，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。